哇塞，两女，你在讲咩？这个很标准。你在讲咩嘢啊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四。你用白话表示一下，十啊十，唔系所以十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四，你个破衰仔啊！你怎么破衰仔啊？看到没有？你在干嘛？你可以用白话调戏一下的，靓仔准备啊！靓仔准备啊！心动啊，糟糕，眼神躲不掉，想是就想要逃跑。我觉得我学的还很好，你学很快呀、啊！好嘞，好嘞。我中意你，我中意你。I'm a take a frozen heart。我有病吗？对，他先说我有皮毛，他说他跟化妆老师说，化妆老师拿个剪刀给我，帮我剃，让他说他帮我剪皮毛。没给我这钱。